果的吧？哎，九令，哦，九令的歌，那到底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这个舞一跳就对了，三、二、一，亮灯 ，Doctor 九令，爱无色。哎，爱无色，哎，怎么会？是无色，副歌是那个吧？艺术家，对啊，大艺术家。啊，你和我的美人计，一起来演唱 ，Go！ 美人计。开车唱戏，相互想象 fantasy。你看这种这个演唱会型的歌手啊，因为他们的歌都会选这种比较舞曲，像现场哦，一定要嗨的。他故意都有一些歌词在上面。哦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看着那歌词会唱不会唱，一前面跟着哼就很嗨嘛，气氛就来了。谁任由谁放走？有了，谁会写这个 OK 了，大热歌嘞。接唱题，接唱题，不用写歌名，我们都知道是天后。哎，天后嘛，天后接唱，不用抢。写星星，被侵占所有，有人要笑着接受。热情来的爱情是如虹，不可能知道去不下的天空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你要的不是我。好像蛮多的歌词，一种虚荣。这边有个新手爸爸跟新手老公，现在在装忙。到底没有答案，写出什么东西？印象中。三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一，请亮答。好，请看正解。来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哦，果果答对耶！有人疼才显得那个 Kido 有答对，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。我们是没人爱了，没有人爱才显得多么粗重，没有人爱还粗重啊！我们对啊，有人脸皮厚啊，脸皮厚啊，不要再讲反话。怎么样？我没有人爱了，我显得我很粗重啊！好白目，我们还显得跟他们一样哎。那是有参考的嫌疑。是没有人爱，难道就比较粗重？你有人爱吗？有有有，哎，他有啊，他有来，刚刚还来看录影嘞。哎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？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那个玩很大嘛，对，立冬也在嘛，扑克大师。结果呢，哎，扑克大师来了来了，而且是扑克大师啊，扑克大师，扑克大师莫名其妙说帮是帮你还是有灵动了，帮我，帮你就。怪了，普哥大师说要跟阿喜讲话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就那个时候在帐篷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拿出来，然后就帮帮他开始说，哎，阿喜啊，那女生想问事业吗？事业还顺利？哎，问问感情好了。对对对，啊，就开始开了。哎呦，然后就开牌，嗯，他在砰砰砰，然后牌出来，普哥大师跟他讲说，嗯，这个你有认识一个男生啊，跟你有一起工作。对不对？准成这样，这么准！哎，他那个扑克大师超赤裸的，我都不敢。很可怕，而且他后来还说要叫这个房间的一个人出去。对。啊，在那个你们在玩的空间。哇。然后，因为我说，嗯，不对啊，哎，因为你现在讲的这个人，他现在就在这个帐篷里。哇，那就是太范围太小了嘛。好恐怖。然后当场他们两个还不承认哦，那蛮好猜的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说我只是一个 fairy tale， 我是一个预言家，我就替你们把牌的内容讲出来。然后后来回来台北，他一个礼拜两个就被抓包了。很准啊，还没有啦，但是 OK 啦，什么连线哥也在瞒着，什么？就是第一就是你才要瞒，会这样，就是会讲。好，下面题，请出题。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对，但是什么歌呢？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，我
的爱就像一片舟，在你的心湖无处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港湾在流浪，美丽漂亮的美丽港湾，港湾吧，港湾啦，港湾，港湾啦，你美丽的港湾。我这大桥哪里不美丽？意大利，它有漂亮的港湾吗？三二一，一起看看你的港湾。美丽港湾，港湾哦，小雨哎哎，正确答案是小雨，小雨哦，小雨哎，这小雨是写给他的哦，写给小雨的，喜欢的那个人哦，那个人叫小雨，女生啊哦，哦哟。男生吧，有宇宙的雨应该是男生，要不然怎么会有美丽港湾？他看一个美丽港，而且又叫小雨，要给他看港湾，给他看他自己的。演唱会了，对，三二一，亮盘，正确答案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just the way you are， 最后一句啊， so beautiful， 哦，哇， when I see your face， there's nothing that I could change。而且在高雄演唱会的 Bruno Mars 下来了，对对 ，Bruno Mars 又来了，太厉害太厉害！因为有一首老歌，它也是叫 Just the Way You Are，Just the Way You Are， 接唱题，接唱写下来来了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，去拥有你的什么？雨天，哎，果果这边有咯，哎，果果很强啊，嗯，厉害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这首歌有点难，因为它有很多段。今天没有强的啊，是是是，好，三二一，请亮答，一二三，请看正解，这，所以情愿唯你胜，哎呀，猜的是唯你胜。哎，你说在你身边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也错了啦，他错了，哎，差一个字当然不行了，差一个字错了，差一个字给人家对吧？要给他对吗？可以啦，给他对啦，对对对，这是什么？所以请你的三维，我的三维你不了解，我的三维你不了解，在那边乱写，一定是你错的。好，果果唱一下这一句，我这个今天烧香，没关系，哎，那那就是这样，这样才好听，都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谁能？谁能？谁能？我的雨天，所以情愿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越来越远。哎，你真的声音会跳，我每次来猜歌都会变这样，真的。感冒，他声音哦，沙哑反而是一个好处，真的，变成是一种台阶。对对，他声音没有坏掉的时候，唱的比这更可怕呢。还没有，就没有台阶了，真的吗？下次喉咙好再唱。哦，血池。